没问题，就没个开张，能开张随便玩，很有名的都是能开张随便玩，别玩再开张，别玩再开张，这就听红忙，就听红忙，宁波一梦变枯灭，宁波一梦，一梦变枯灭，枯灭，变枯灭。望秋下呢一种花草呢，望秋下呢花草呢。九听红，听红，忙，宁波，宁波已忙，已忙，面枯面。后面，望，九，望九，哈，哈呢，哇，草呢，九。早，早天我来看呢，早天红忙，看，早天我来看呢，宁波一望，就是两门，他们夫妻两门，门他作为当成代词、量词，一门人，一门人，两门人，那么这个东西是可以做代词，门是可以做量词的。在这个东部苗语中，他这一门一个人，他会说的一门人，一门人，以墨贬枯灭好人，这个就是好的意思 ，good 就是 good 就是 good 就是好的意思。这个字，这个字写成这个枯，写成这个古是没有错的，是绝对没有错的，绝对没有错的。我这里就不解释，就不解释这个字。枯灭，望，望就哈，喝令，喝令，命令的，哈令娃，草内，他讲的话和你，哈，哈，就是命令，喝令，九听红忙，令波一望，别枯灭，望听红，哦，望就哈令娃，草内。要多久？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，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。